请勿在列车上车后，在列车正常运行中，请勿碰触车厢内乘客紧急制动手铃等安全设施。不要依靠在车门上。使用洗手间时，请勿将杂物丢进便池内。为确保列车运行安全，公安部门郑重提醒你。 严禁在动车组内吸烟，因为吸烟会触发烟雾报警，导致紧急停车。如果吸烟造成严重后果时，将依法追究责任。感谢你的配合。 Ladies and gentlemen, the next station is Alvechurch station. 请您整理好行李物品，做好下车准备。在你站在两车连接处门时，不要依靠在车门上。下车时，请注意车梯与站台之间的空隙，请带小孩的旅客看不好小朋友。 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理解与支持，下次旅行再会。